音效展演空间不为人知的秘密。音效的展演空间位于音效地图的最后一个地方，这里并不大，在门口就能够感受到这里的音乐氛围。大门仍旧是我们熟悉的猫图腾。进来后会发现这里是空荡荡的，我们需要走到这个光圈，点击开启后会出现一群观众。这些观众和我们平时见到的 NPC 都不同，他们没有实体，也没有样子，每一个都是相同的姿势黑影。 而舞台这也没有任何道具，同样的，我们需要走到舞台右下角这的光球，打开后会发现一个很完整的摇滚乐团的配置，贝斯、键盘、鼓、吉他和主唱，这里真的很适合拍剧。小妖姐姐的作品里有一个偶像剧就是在这里拍的。展演厅有点奇怪，门口没有安保也没有售票的，也就是说，假如歌手们在这里演出，都是可以免费观看的。 在展演厅的旁边有个小房间，我们靠近的时候如果打不开，只要放一个坐垫就能够开启。进来后可以看出来，这里是后场，在这里演员们可以进行化妆。再过来这里可以通向舞台，同样放一个坐垫，门就能打开。展演空间就介绍到这。小可爱们都知道小妖揭秘过很多音效的秘密，但是有的小伙伴反应找不到，宝贝们可以点击视频右侧的加号后关注小妖。 以后只需要点击小妖的头像，进入小妖的主页，在主页的这个位置有音效作品合集，大家就可以自行观看了。